哎，看一下哪个是老大，哪个是老二，哪个是老三？老三这个。为什么啦？合法了，合法的啦。杨老三，来，我帮你照。杨老三，杨老三，我帮你照这边。从这里看远那个四面高头地点儿，半山上，嘎，那还是的，只要那一节节儿不存在，那你走远了都存在一条节节。直接给你去对我干什么？好啊，好了。我们下面呢马上要到第一个观景台了啊。刚才我解释一下啊，那有几个藏族的女孩子呢，我下去买票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轰隆轰隆上来，哎，他们说导游是问大家要不要去他们家里面啊。如果是我要问的话，我就直接问大家，我用不着他来问了啊。因为他们呢就想把大家，但他其实也是没什么坏意的啊，就到他们家里面去参观一下，然后呢但他也会收费的啊。这个但这个地方呢藏族也就这样啊。如果大家确实有什么兴趣的话呢，改天我们去九龙的那个路上也会有那种很漂亮的啊，很漂亮的那个藏民，就像宫殿一样建的啊，蛮漂亮。然后我们以后呢会去泸沽湖那边啊，也会到人家家里面去做客啊，还到他们家里面去吃饭啊，也有安排了这些活动的啊，也安排这些节目的啊。前面呢是最后一个。